下他的那个湖边呐、那边有人划船呢、那里还有佛桥。这个是划船的售票厅啊。哎，不要不是口袋。那边还有几个人在划船、等一下，好像是40块钱一个小时吧，具体我也不清楚啊。然后前面是浮桥啊，我给大家看看，小朋友。浮桥。这里是浮桥，看到没有？走的晃荡荡的，好多人下来玩。对，这个是划船的划艇。就是因为没水了，所以它就低了。啊？水浅了哈、哦！我说了，怎么低那么多？有点上岸了。摇晃摇晃，他这船的没人搞，可能是太贵的吧，40还是80一个小时。走啊走啊走啊！下船，一晃一晃的，摇摇晃晃。鹅，横嘴巴，黑毛的鹅，鹅。干嘛疯掉呢？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。